预防狂犬病，请提高警觉。如何预防被动物咬伤？一、不碰触野生动物；二、不捡食生病的野生动物尸体。被动物抓咬伤，请遵循一记二冲三送四关：一、保持冷静，记住动物特征；二、以肥皂、清水冲洗15分钟并消毒伤口；三、尽速送医评估；四、观察动物10天。到哪里就医呢？各县市都有疫苗储备医院，请洽疾病管制署1922防疫专线。